水果什么事情？每当心情复杂的时阵，你总会到处地找白消，有吗？无吗？是有不救吧？哈哈哈！急切呢？有丁零送地呢？暂时唔免操烦，对以前的放心嘛。零送情绪稳定，以前时刻懂得进退。看来你对伊颇为看重啊，那可是你的小师弟啊，难得师父也轻修，缘分已矣。讲到缘分，确实我听到伊原本的声音。哦，请问伟才二当家有何感想呢？伊继向及时探详，那讲话又为何要畏松？也是放不下先前之事嘛。我想放不放得下，只有伊自己心内知影。有时阵人的畏松只是一种习惯，伊心中是何真正介怀，是完全的两件事。就如同你一样，总是总做什么拢不在乎，却偷偷未来处地找着白消。好，好，好，算我惊你了。卖总是一副心灵多事的模样，想叫你转移话题即可，如此作乱。是因有人来探虎头剑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并不单纯。是怎样的不单纯？每三个月七日，我总是到皇庭五站楼收集风批。你说过那是一名多年的笔友，那是一封来自多色的批信。